贯，还是相对不连贯。点杀普陀地府的国标阵容可能是两边更加好的一个选择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勇武组的决赛，鹰打虎，有小克，那辅助直接看辅助，两边都是普陀，那没事了，别的阵容都不用看。但是有一边上的大藤，有一边上的花果山。哎，这个倒是有点让人意外啊。观战方养猪致富，对战方是山城小聚，正反的话观战方有小克，而且观战速度13579、哦、全拿，有点夸张，说实话。哎，这13579对面有点难拿，有点难打。其实，其实你看两边的一个想法就是不太一样的，有一边就选择变得六级混沌兽，有一边就选择变得灵鹤、哎。是灵鹤的话，可能就我觉得单从女拔木角度而言，可能说混沌兽会更好一些，嗯、但东海渊的确是。蓝药吃紧，是可能说鸭子卡也是，就零和卡片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。没错，而且你看他开局直接带配速，是大概率应该是满单元的，对吧？嗯、你不满单元，我觉得没必要，你用个满单元的号来应该是更划算的。他开局是不是直接一个食药宠？也有可能，对吧？也有可能。那么这场呢，观战方拿到一个阵法小克，同时又拿到了一个速度上的优势。关键速度优势也太夸张了，是的，13579、哦哎、先叠先叠，但宝宝神了、而且你面对东海渊的点杀，你163是带不了的，对，他那个连续攻击次数太多了。我个人感觉大概率应该都是血气方刚，哎，都是这个级别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带163，要不就是那个宿敌，宿敌，宿敌，但是宿敌也不是不行，宿女儿村也可以，宿女儿村嘛，就女儿，我觉得女儿是必上的，对，而且宿敌讲道理也加血，也加血，对、嗯、对吧？嗯，虽然说没有血气方刚来的多，但是了胜于无。是的，那么现在的话，我们看到的是勇武组的一个决赛。那么同时的话呢，我们在比赛的结束的时候，还是会有我们的这个奖励会送给大家。那么在这个比赛结束，我们的观赛奖励会为大家送出3套狼蛮手办，大家也是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勇武组的一个决赛。是的，那这场PK 的话，两边开局都是先踩塔，然后从这个点杀而言都还没有发动。嗯，但是少两只宠的话，少两只宠是不是有点危险？有机会点花果山。嗯，而且女儿村可以诅咒嘛？对，对面女儿村也是一个没宠的，就要看一下一个想法了。就是说，如果说对战方女儿村来选择封印官方一个单位，哦，没有着急，主要还是那个挖的层数没有叠很高。是。但梦魇层数已经6层了，对面已经8层了、嗯、对，开局这梦魇层数就1个6 1个8的，的确对于开局的进攻有点小难受。嗯，因为对面开局选择用那个挖之影翼在清宠嘛，是、嗯、继续来、嗯、那观战跌到8层。嗯，对面得降了，八是必须得降的，得降对，慢慢降。那现在的话也没到8回合，也没有零元嘛，嗯，所以说只能通过这个技能来讲。嗯，现在观战方这边3座塔，而且89是点得到花护的，是89可以点到花护的话，女儿村金青也是一波非常好的点杀机会。嗯，对面有塔，我估计是不是先不着急，把自己的状态先补一补。哎，是、而且宝宝全开局这个阶段必要性就不大，如果说刚刚两只宝宝的一个缺口的时候，可以考虑点杀。嗯，是、对面也很实在，拉宠了。对，也是知道你挖指引层数不高吧，可能就先点杀的概率也不大，而且你点杀成功率也不高。嗯，但前期的威胁一定是观战方这边给到对战方更大的，毕竟是个大唐和这个花果山的差别啊。没错，但是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花果山的话双旗一立，对吧？我清宠效率再配合挖指引，其实也不慢。嗯，啊，他前期可能打得更像212一点。是，观战这边已经开始吃蓝了。嗯，一会儿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蓝药的消耗，就是说背包蓝它减不减？对对，减不减？哎，暗涌也来继续减。嗯。嗯，也轻。嗯，那其实开局对于东海渊的宝宝的话基本上都是要针对的。嗯，是的，但这把是先清了官方大唐宠，不着急、嗯、先清大唐宠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，因为毕竟官方这边的话呢，大唐是一个那个
也是一个主力点，但是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花果山经脉是有做一个调整，他点的是左边，是啊，是在平 A 之后的话呢，是可以保留下上一个上一回的技能的、嗯，但是观战方是不知道的，哎，对，观战是不知道的，对，嗯，而且他可能整场下来要是没有看录像，就是说没有开个号开观战的话，整场都不知道，对，摄魂。想降一下青虫的效率，这个应该不太像点杀、啊。点杀我觉得还是得挂，嗯，没必要，还是没必要摄魂、嗯。想降一下青虫的效率，中无魂了，是，嗯、满天给，两把满天了，嗯，不亏。蛙之影，哦呦，野神，嗯，那对战呢？这摄魂能扛住吧？还是扛不住？哎，这摄魂，说真的。就是感觉对蛙之影好像没什么太大的、哎、没什么太大作用，是。那观战梦魇层数来到七层，但是有那个有暗涌，对，有暗涌会降，还好，嗯，有暗涌会降，对面也有，还有一个回合，观战地府得拉宠，大唐是不是也、哦？大家注意看一下对面的花果山啊，他的技能已经满了。头上是一个圆圈，就是一个光环的。哎，对，实心的时候就是已经什么样的神通都可以用了。对，因为毕竟你上一回合已经头顶上五个了。对，嗯，的确，在这个可以频繁找漫天，而且不太需要叠状态一个等级段的话，花果山这样的选择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对，那他这样只是说他没有御勇啊，少个伤害，少伤害和自己的减伤效果。他还是觉得东海渊够。嗯，就东海渊挖之影够，有道理。那刚刚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，就是说观战方这边东海渊的药品卡了一个蓝药之后，仍然是十八个，先顶了天龙水纹。是是是，就开场一只食药虫，对，先喂起。啊，都在捡，没了，很舒服。嗯、观战方一层，对面没有了，这就可以非常开心的使用挖之影了。是，然后观战方这边挖之影稍微少一层、啊嗯，但是多个先例孩子。对。但仙力孩子在蛙之影面前站不住，也站不住，一个蛙之影走了。所以说现在孩子你即使耐揍在法系面前还是不太好扛。嗯。但观战方这边是不是有一波点杀机会啊？我觉得观战方这边这一回可以组织一波点杀，点对面东海渊，然后保护一下自己孩子。可点，我是觉得可点。两个有速度，可以考虑点。女儿村有花的，有花不中。对面点了，点大唐2000，那就很好算血了，还有8000血。但观战方这边点的是物理。点花果山、嗯，但点花果山，花果山是不需要血量的，他照样能出手，而且一定有当啊。是啊，他平 A 的。哎，这个2400、2400、4800、9600，九千六得看扫多少了。还丢了个无魂，不一定扫得出、啊。扫出了，空不了，三刀是一定空不了的。3500，两边互换，4600，4600，八只影过去应该也倒了。都倒，我觉得都倒，都倒了，都倒。嗯，都倒。嗯，一波，4600还400血，是还四百血，观战壁垒应该会跟。就两边壁垒应该都跟，就看这400血能不能跟死。说实话，壁垒能跟死吧？现在还有大概，240左右。两边可都有血灯、啊哦嗯。OK， 点死。那对面壁垒也跟，也倒的呀。嗯，也是来自场上的第八回合，双方共同发动一波点杀，是的，而且都点杀成功。很耿直，直接也知道刚点死一个物理系没有必要，直接盐都不管。哎，都不管。但是观战方女儿村这个有花200不中，是啊，花其实加的封印命中率还是蛮高的。是，200不中，的确是有点奇怪。嗯，不过两边的话呢，因为都是输出倒地，那么这个阶段应该还是要用。东海渊去更多的去清下宠了，是丢丢破甲，嗯嗯，也是节约一下自己的梦魇。哎，来了，对面好直接啊，灵宝直接来，就狂降的，对。那下把他还是挖之眼，我觉得操作固定啊，清宠是不是可以考虑像你说的把孩子清？哎，对，我觉得可以考虑把孩子清了，直接把孩子清了呗。是的，
新宠有点伤害溢出，他毕竟五层瓦子赢了。我在想一个问题啊，是不是如果官方女儿村刚那个宝宝如果死了的话，嗯，有没有可能考虑点东海渊对面？但是宝宝没死，单东海渊点东海渊啊，俩诅咒嘛，因为你女儿村在里边啊，嗯，对吧？但是宝宝没死，我觉得是不是就不点了，就先把那个先立孩子先清了吧。我觉得单东海渊点还是有点难，俩诅咒啊，俩诅咒法系点法系，啊，而且他们现在法系都带法方灵士，啊，不太点得动，也点不动。 主要都就法系也带法方灵士，太夸张了，他们无级别足够把他的血量血线撑防御对，全部撑够了，是也知道主要是无论是女拔木也好还是东海渊也好，他的法系伤害太高了。第十回合有点紧张，跳了一下。那给了官方一个喘息的机会，再喂一个小蓝，还是十八个，十八个没动。普陀的话，反正前期大家灯都要挂好，因为如万一点杀失败的话，它是有一个第二回合的回复的。哦，先上乌龟，可以先放一只乌龟，是，先爬小五只，先爬五只，对。然后自己梦魇层数来到七层，下回合要降了。他下回要开灵宝了，应该是要开灵宝啊，哦，两边镜像操作，但是对面是六只乌龟吧？是啊，对面多一只。对，先小爬一会儿啊，这个对于后面的蛙之音点杀也可以跟一只，跟一只，就是说伤害有所提升。七只，对面是六只吧？他上面数了一个七，我看啊，差不多，宝宝摇跑一只还行。四羽生香控输出了，也像刚刚说的话安说的，有可能，哎，这乌龟一放害怕，但是这七层八层的，我觉得大概率是为了不让它降吧，对，不让它降。但是官方能开灵宝啊，这把其实我倒觉得是不是，对吧？对面封的不太有意义是吧？看一下官方这把，哦，还真是也没选择开灵宝，还是打得比较节省。对面都开了也行吧，主要的问题是你这回合你控的是对面的法系，那就是对面女儿村一定他可能是默认对面出宝宝了，只能这么说，只能这么说，有可能是觉得对面出宝宝了，只能是这样想的，但是没赌对。那么自己的东海渊罚站一个回合，反正自己开也行，然后按灵宝也行，因为开掉毕竟可以保一个出手嘛，是，但是自己梦魇层数太高，就是，哎呦，这个略低，确实稍许低了点，也上眼吧，也有可能是对面因为有眼的一个情况，但是感觉即使前面没眼也不重要，也不重啊，是呀，是啊，继续喂蓝药，小蓝药喂，那应该是先闪光灵宝了，先灵宝，然后还善用，那还是先想留灵元的，他可能还是小蓝吃的比较多，对，小蓝吃的比较多，而且八九这宝宝就避雷拍一下拍一下的也没意义，我场上多个避雷宠没啥用，是。因为都是井台啊，然后抗性也都拉得很高，所以说这个宝宝的一个输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，对的，伤也不是说特别高。那对面花果山的话是可以直接起身输出的，而观战方这边大堂的话可能说就拉起来上盾了吧，就比较对于这个普陀的辅助比较吃亏了，对，毕竟化身是可以在你倒地的时候叠人心，然后你起来一把活就够，但普陀的话一灯一自在也得两回合呢，是，而且一灯一自在还不满，对，直接封地府了，怕拉起来直接点，官方应该是直接那个插旗了，应该是盾旗都行吧，看他怎么想，如果说想打的激进一点想进攻那就直接旗，那如果说不着急慢慢稳着打那就盾，先盾那就稳着打，毕竟普陀辅助就你不起盾很危险，是，琴音来了，是，小乌龟跟一只，好用，也可能觉得就用蛙浪费，是，用蛙有点浪费，但是两边的这个梦境层数啊都已经比较高了，所以说他后续要用技能要稍微悠着点，我估计是不是先上塔了呀，因为这个阶段也不太好发动点杀，
两边因为花果山也没提，关山王这边的话呢，大唐也 没血线，对，也没血线，不太能点，对面也没一速，还没宝宝，是对面盾也起的比较多，对，大家都不太好点吧，地府也在封印里面，对面，都不太好点，又默认对面出虫，又封你，反封你，但是他这手反封好像有点想反点的意思啊，有点，摄魂还是控保了，保自己。就是下一手想反点嘛，啊，这一手肯定是不会点的，毕竟地府也在封印里面。那得先看一下是谁去开掉对面地府。哎，受到长驱之后自在1700呀，有点亏呀。但主要是这长驱是上回合给的呀，是他是知道的呀。哇，直接群一手啊！来，再发射一个，再清掉一只宠，很舒服。但我觉得在普陀面前宠就是亏。因为毕竟面伤了，我把灯一点。是。就做不到那种压血量的效果。对，而且你现在梦境层数高，你加的那个梦魇层数又多。他现在还有暗涌，应该还好，还有一个回合。还行。但是他现在秒一下加6啊。对。他上一把是加5嘛，这一下秒一下加6啊。虽然说应该还能秒一下，但是还是略多一些。而且暗涌降的随机，现在没有状态栏的话，的确看不到。盒子扔，不让点灯了，驱散灯，不让自在，不让自在，还行，又点上，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是点着挂的，这能算到驱散，那也挺帅的，啊，林元用了，三层没了，但有个问题，你发现没有？如果他不是点挂的话，对面的就是观战方的地府是满血。对啊，就点着满血的挂灯呀。你这次直接点地府挂的？点地府挂的呀。他们也不是没有这种操作。先挂上嘛。反正回合多。对。后续就像刚刚那样，观战方这边万一来个重置是秒一下，那这灯不就有效果了？是的。这把观战方有点杀面，可点花果山，伤势回的差不多了，是的，而且有干将，虽然说对面有盾，但是并不是特别的怕了，或者说我这个回合我再清你一只宠，我下回合再点，因为现在有灵宝在，就是说两回合连续的进攻是支持的，是，而且观战方这边东海渊这个参珠风石其实也有效果，对，在这个时候点杀其实还是有用的，就是这回如果说啊你有盾对吧，那么盾最后一回合了嘛，我清你一个宠，我下把点，是因为这回我头上有花，控你女儿村，直接控，直接点也行，可点是可点的，直接控直接点也行，小死亡直接点普陀，点普陀，很自信，但是盖罗汉了，这把罗汉是不是防下来了呀？看一下干将的一个情况，诅咒看有多少血，看一下，18316，7200，血量倒是不多，血不多7200，哎，给化怨了，那我化怨加罗汉，那我就死不了了，那我觉得死不了了，那是不太够了，好像应该不太够，点满了，这把好帅啊，感觉应该不够吧？满天了，这要是能点倒，也挺倒霉的。来看一下小乌龟，化怨再加罗汉，哎呀，真秒不动，2800不行了，发射一个海龟石像也不够，是。场上的第16回合，来自观战方这边的一波点杀，但是被对面完美的防守给化解，真的可以堪称完美。其实我觉得他给普陀顶药是不是只是单纯的觉得血量不够，血量不太满，对。然后反正我有罗汉嘛，但这把的话呢，抓这个观战方防点杀抓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有点歪打正着，也不能这么说吧，这的确我应该是想不到点普陀的，我是感觉是不是这就是说就是这回合，我们假设这回合去点杀，因为你盖罗，那我就不点了嘛，对吧？上回合是不是清宠会更好一点？那也不知道他盖罗。那就是说上回清宠，那么这把 OK， 那如果说本来是想这个回合点杀，那你盖罗 OK， 我不点，我继续清宠，对吧？我觉得稍微有点着急。毕竟你就是两层漫天，而且没有金刚嘛，对吧？你普陀虽然在场上能回血，但是灵动没有，法系的伤害加成没有，大物理的伤害加成也没有，有点着急。没那个大金说不定有机会，其实没大金可能，毕竟大金有藏神，是出了，是还挡蛮多伤害的，东海渊的第一只配速清掉，那现在观战方这边东海渊16个药，对战方东海渊14个药，
不过对面东海猿有吃五龙丹吃的较多。嗯，就观战方这边女儿村毕竟是个一速嘛，对，而且他的那个配速在场上，因为他是首发配速上来的话呢，也没怎么被，当然观战方也是首发配速，都没怎么被针对，所以说也就可能两边的就放着你再吃，对吧？你把药吃光了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是，就像以前的那个女盘木一样的打法嘛，你一个蛇胚在场上你就吃呗，没错。然后最后换个仙力孩子出来秒，就这个道理嘛。是，只要在最后的时候我有一只宝宝可以拉，然后身上的药稍微有点那种九转，留一到两个关键五龙就可以了。对，直接给效力，也是知道刚刚的点杀没成呢，对面的普陀愤怒应该是不少了。是，反正我不管你放不放，先给你笑掉。没错，我后续可以不管你。塔先起 ，OK。嗯。再找第三把没出，对战方也在找。对面花果山的话，这个漫天的运气就稍许差一点。嗯，不过因为他点的这个经脉的话呢，即使不出漫天，能够保留自己的提炼神通，其实也为自己的点杀是有一个小小的小铺垫的。嗯，只是说唯一一点的一个点就是说，因为他是我们所说的没有这个御勇，可能在伤害上稍许差一点点，而且在防点的时候也差一点点。嗯，只是说在这个东海渊的阵容体系下呢，可能无论是防点还是自己的点杀伤害都不太有用，都不差那一点。哎，对，就你面对对面东海渊抗性加那一点点没用，2500也是一个很好算量的血量，就正好一万血、啊。哎，正好一万血，乘以五就行。对，乘以四就行，乘以四就行。乘以四就行。对，但关。怪谈天不给谈假，但他有个小藏神盾，不知道有多少。无魂怎么说？900，第一把没打掉哦，有接近1000，这打掉2600的血，嗯，还有7400。无魂怎么说？哎呦，无魂过去就没得追了。有龙汉的话，也是拿铃铛尝试摇一下观战方这边的孩子，看一下回合结束的时候会不会掉头，没有，留住了。那对面梦境层数6层，观战方这边7层，然后梦魇层数好像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嗯。但是观战这边他不好，他不一定是不是在后面，应该也不是在后面，应该是没有现在。应该是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他刚刚用过灵宝之后，他只秒过一把，是，然后是，而且刚刚舔了。哎，对，就捡下去了。是。这把对面只有一个泼天，也不太点得了，而且这个阶段一直也没有刷到插旗啊，对面一直没有起旗，也只能继续平一去招惹漫天了。是啊，不让动了。哇，观战女儿村是真控不住人啊，命中率上确实是低了些啊。嗯，这个射魂应该是防点杀的，应该是防点杀的，继续要铃铛。虽然普陀反正就是把灯挨个挂起来，还是不出，难受。嗯，而且在神佑这是很烦的。观战方这边法系破甲加清音三叠，接着摇铃。观战这个孩子这回吃了俩铃铛，对。但是他第二个铃铛是不是惊魂铃啊？惊魂，他就是一三，就是一级三级都用嘛，但是很坚挺，嗯，连头都不带掉的。就你回头了再说，都是都不掉头的，都不判定，哎，嗯，都不需要判定。观战女儿带花，但是自己处于一个被封印状态。嗯。观战那个东海猿是没有的吗？两边都是没有梦魇的。对，没有。梦境观战方这边稍微高一层，高一层。嗯。但这个阶段其实也还好，这个因为，对面这把如果想点是可以发动点杀来点观战方的大堂的。嗯，观战方先笑个普陀，不给接罗了，因为上一回笑过之后又已经哎可以点来了哦，点东海渊8000血，没法系速度，无资金还按普陀，哎，普陀换东海渊，我觉得是不是观战方赚呀？画院先给上，对面满血大概单纯的防点，那这无资金是为了清心咒吗？这无字经为啥呀？你看到没有？他当头过来只有1000多血，看到没？嗯，发问一下，但你在挖之影面前爆了5300，但是
海龟发射不够，也不够。真的，他们法系带法防林是，还是先别碰了。而且花果山啊，虽然说毕竟一棒，虽然说点左边精嘛，其实这个点左边去多留这个当头一棒，我们所说的多留齐天神通去做进攻的时候，其实我很早的时候有想过，跟他们指挥在聊的时候呢，175的指挥直接否决的一个点在哪呢？花果山，你技能再多，你没有状态，你的伤害很低。哎，是还是要插齐？对他们就是直接就点到这个点。那因为我们看很多175的 PA 的时候，其实也能看到，如果说真的没有一些辅助类状态的加成呢，伤害确实没有那么的理想，而且这又没有金刚，漫天也没有，确实是，效果上来说没有那么好。是，虽然提高了自己的灵活性，平 A 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这种手段，对吧？那么我下个回合可以有更多的这种神通类的技能可以去使用，但是的确伤害不是很理想。是6%啊，其实还是挺高的。6%可不是说你什么啊，对吧？你把漫天才5%。但是的确，观战方这边也是抗性足啊，而且他红刃兽卡，是，而且刚刚那个花园青莲也给的到位，把那个法系的伤害给扛下来了。因为毕竟是官方女儿村在里面嘛，那作为二速的国标队来说，这是天然的点杀机会。不过要是知道对面上花果山的话，说不定林鹤卡更优。是那这不是不知道，是对吧？那大概率都大概率都大都是大唐东海渊了。但是不过就从对面这个抗性来看呢，这个花果山目前这个阶段的伤害来看呢，我觉得从刚那把过来，官方应该法系的抗性它有底，是觉得你不会说出很极限的这种操作的话，我是死不了的。是，那至少你漫天没出之前，我不太怕，压力不是特别大，不太怕。我只要保好，就看好你的东海渊就行。哦，3把了，3-0，3-0有点夸张。而且宝宝还清掉，两只宠。如果对面东海渊这把没出宝宝的话，下回合对面得防点了。而且女儿还在封印里头啊。是的。盾一个啊，还行，出宠了，出宠不一定点了，因为花果山也有一个铜头，虽然说铜头在89来说呢，影响也不是特别大，影响真不大，对，不大，但是在这个情况下，是不是观众方可以考虑先不着急点，还是说我继续我之前的想法，我去点你的普陀？我是觉得首单位点普陀不太合理。你可以就点倒一个单位之后再点普陀，自选普陀。 对，自选普陀可以，手点普陀还是有点。但是他这个阵容点普陀有个什么好处呢？在接下来的几回合可以用重置式给面伤，对面回复是有点吃紧的。但是你看他7层梦境啊，他用一把可就加7，就得减了。他就得用技能减自己是梦魇层数了。对，小蓝是在小蓝狂吃，反正你就是一组，你就吃满了也能吃20回合呀，是，对吧？哎，两边这画院丢的好勤啊，暗防了，圈谁呀？圈普陀吗？圈普陀了，这感觉官方点普陀点的比较勤快啊，直接圈一下普陀也没问题，3点直接给普陀啦，这么玩吗？那如果是又预判的顶了一个，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，养猪致富这边能点的单位就比较有限了，目前来看似乎只有花果山。反正普陀先不碰嘛，不碰，这普陀是铁不碰的。哎，不过你说实话，这把他在里边其实可以点花果山，还是要怕那种无魂，而且毕竟头顶上明着顶着一个画院的，点画院下把开了再啊也行，对，先把这个画院先顶过去，明着顶画院。但是其实能看到一点的画院，如果只要对面没罗，伤害能绝对够一点，只减的伤害太少。这还有只小乌龟呢。是的，毕竟现在梦境层数比较高。是啊，大唐3把漫天，对面女儿在里边，就说我这把点杀一定是配1到2个诅咒过去的。反正女儿村怎么都丢一把嘛，对，是吧？那自己这边普陀的话，但是有画院，但也就因为有画院，有可能会对面会疏忽这个点杀，对吧？对面会不防，对，就看一下这个想法怎么说了。大唐带7宝，带7宝。带的是真的多，不点，先笑女儿村，
也反笑，笑辅佐吧，这是笑笑点杀，笑点杀，对，笑点杀的。地府也踩塔，先不着急。嗯，两边还是稳着打。对，那观战方这边应该还是要清一下三号宠。观战方这边吃过蓝药之后，背包蓝依旧是13个。哎呦，这把没暗防啊！暗防好像意义也不太大。暗防至少大唐一下子是戳不死。哎，一下戳不死、一下肯定是戳不死、能骗两壁垒。宝典来，够了，因为他毕竟还得留着去解梦眼。解梦眼，对对对对，有一点，有点加点伤害就够了，是加点就行。是的。而且毕竟是有这个化缘青莲的，我秒出去也吃亏嘛。是，加个宝典没啥问题。那这一把对面可得提防了，你没化缘了啊？哎，他普陀画了个圈，他还起盾，我是没必要了吧？三点的其实真的没太必要，没太必要了，真不碰你了，不碰了，不碰了，真不碰你，我觉得真不碰你。对，小光。那这把就是一定不点，就是说我只是单纯的去控一下你的这个愤怒，不给罗汉，给之后的点杀去营造一个空间。但是对战方这个阶段呢，防的有点死，观战方的也有点死。如果这把出宠，你其实也亏啊。哎，你我是真觉得普陀的化缘不该这么丢啊、你摄魂丢就丢了，化缘能这么丢的？没必要，没必要。而且你自己这边就。物理有速度的起了个盾，你化缘摄魂这么丢过去的，然后对面拉了个宝宝，这很亏，真的是很亏，因为你亏的是零元啊。是啊，法宝你说 CD 会不会再用？对，零元是硬消耗啊，零元没有必要说这么早的去丢。摄魂再加盾应该是比较稳健的，而且在对战方这么就是说开局这么去防点杀的操作情况下呢，他应该不会去急于进攻，在没有突破口的情况下。是。而且对面本身就少宝宝的情况下，本身就是对面少宠的情况下，你去做一个防守、是防可以，我觉得防有点过。我对、就是一个摄魂一个盾到头了，普陀那把化缘真不该丢，应该给自己宝宝点点灯啥的挺好。你让对面盾也起，观战方这个阶段也点不了，也只能选择再去清宠。但这个时候我估计对战方东海渊的宝应该是暗防的，是，这肯定得防暗起啊。对。没什么宝宝能亲，那一号宠现在隐身的也不太好亲、有没有可能观战方地府开个眼，开个眼是吧？找他半天，我也不是为了找半天，我就找个破血之，就等于找破血之给砍一下是吧？不让开眼了。一个光辉，一个光辉，两边稳，以稳为主，毕竟决赛、是还是打这个决胜时刻吧？我觉得现在好像满血灌满啊，进攻的趋势是40回合开始吧。我觉得40回合开始，两边才能开始。哎，还不暗防吗？这宝宝这个能不暗防的？这一个漫天走了。理论来说，暗防御的效果是不是更好一点？因为明着是观战方清对面的女拔木宠的呀。东海渊的宝宝清的比较多。对东海渊的宠、对清的比较多。一个你看，你这样又得去出宠了。是，本身你出手率就是比较低的一个门派。我觉得对面花果山要不要考虑先把旗插了？没再说这个伤害呀、我是觉得真不太行。本来就已经少了6%了，对吧？是。你再没旗，从刚才的进攻效果来看呢，不是特别理想，是不是要考虑去选择？关键这时候直接点了，点了但是有水清吗？也好像被笑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肯定没了，肯定不太有了。愤怒不够的。是的。那对面普陀点灯，观战方这边普陀罚站，一把扫，随便贴贴吧，贴两个贴很漂亮，贴三个很漂亮，这是第28回合，很完美的一把防守。这个防点杀，其实从比赛打到目前为止，其实两边都有做这种各种各样的防守的操作，但是对战方的这种防点的这种操作性，或者说防点的成功率。一定是对面是更高的，是普陀防住一把，当然那把的话，当然也算是个小防守，对吧？一个罗再加喂一个药，那这把是硬生生的，就是你的点杀是被对面鬼防猜到了，对，三个贴。观战方虽然也有防，说上盾有喂摄魂，有喂化缘青莲，但是没有防到，就有点没必要的那种防。观战方这边的防点杀感觉，防反点，防反点了。地府也盾。少女儿这把咱先不说怎么样，两个哎顶满哦，防诅咒的，防诅咒的，他这是为的舞龙啊，哎他这是为的舞龙，29回合舞龙，这要是没宝宝撞自己是不是有点狠啊？
看一下有没有宝撞。三号得撞一下吧？你应该是得撞的。这不撞离谱了。啊、撞一下，撞一下，但那这也是防点杀，防点杀防得很漂亮。嗯，我两边都这么玩吗？嗯，这么玩回合掉太快了。但是有个问题，你看没看到刚刚对面花果山过来的伤害？真不够。断了之后血条都没怎么下。哎，是啊，虽然说有个长神，对，但长神八九级别也就900多这样子吧。嗯，1000来点。我个人感觉这个时候对面的花果山应该及时调整战术，其是其一，其二赶紧找漫天，漫天没有找，就清宠，就清宠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们往后打，对不对？嗯、你这个时候去做很多的点杀，因为我们也知道国标阵容，你用点杀如果点不死人，你是自己是很亏的。是，你要消耗很多的资源和操作去做这个点杀。是，不过刚刚那把也还好，都没怎么出手。嗯嗯，但是大唐比花果山强就强在我。到再怎么不济一把剑呀，对，我实在不行，我56回合我7点剑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观战反点再来，嗯，有配速宠可以直接开，但摄魂有提气吗？没有，你没画院了啊？嗯，没画院了，这你可没画院了，清心咒也给摄魂解掉，全力保无魂再来卡住速度了，这无魂怎么说？无魂关键，但小死亡，我小死亡没中，也就还好，过去了，花之影到了。6600，哎，这都没挡、没有，有海龟再跟一下，海龟也不够，再加，哎，好像没有什么公宝宝了，没，两只嘛，对面也是背的五龙丹，五号是个配速吧，啊、五号是配速，嗯，只有一只壁垒，愤怒也没清掉，嗯，还送了把琴，对面也是背的五龙丹，是自己宝宝撞了，我这两边都开始玩起这样的防点杀了，30回合，这28、29、30，两边是展现了非常好的防点杀的功力，的确是国标用的多。这么玩哦，再来，这把应该是要点过来，两个五龙丹要点过来，对，要点过来，要点过来，来看观战王还有没有接下去的防点杀的操作，画院再给那没事了。花果山都不用管他，一点化院足矣，足矣足矣。哎，撞不开，哎呦，有盾撞不开，没撞醒啊？不是，哦、啊，是有盾，是跟护盾没关系，是有盾，因为有个法宝。那其实，说实话，我觉得给化院了没撞开，也就没撞开了。也是，也就没撞开，嗯，也就没撞开了、哦。但是他下回合罚站，下回合罚站不要紧，你给了化院，你不可能点他。啊、嗯，也是他自己受到伤害，对，他自己伤害降低啊。而且下回五龙也就开了，无所谓的。嗯，但他没血线，不要把灯点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官方应该不会点，因为官方就是对战方场上也有配速，嗯，对吧？可以直接顶，再加把灯挂起来就可以。是，因为他没倒过地，喂个大金是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哎，观战这边不能秒了呀，法系。三层6+7，十一过了，十一过头了呀。嗯、那是5吧？哦，没有8了，不行了，啊、不行了对、啊，对对对，不行了，啊、不行了。得减了，得减了，得减了，得减了。过10就不行，不然变大蛤蟆了。嗯，我感觉这把先减大唐轻轻宠吧，就是刚刚轻宠的节奏其实挺好的。他有暗涌，他有暗涌、就是这回合得找找事儿做。那就上塔，要不消了啊、消了好像有点亏。亏？消了有点亏。这梦境层上塔吧，我觉得上塔吧。反正等一回合，等一回合给他倾城灵了再说。轻宠吧，我觉得。也画院，哎，对面真不留灵源啊！提干将名，那就是应该是先去自己上个塔之类的。我是觉得是有点防守过头，是。接着捡法宝，捡法宝，捡明星玉法宝，捡。就下回合必灵呗，嗯，下回合必是灵。那你这样的话，啊，不过还好下把有画院也点不了，有画院嘛，就说这个回合冠方也点不了，嗯，他可能就干点别的了。但他这暗涌是不是有点浪费了？稍微有点，不过也好，因为他现在主要是他的层数高啊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，8个青蛙、嗯、加一个大乌龟，我觉得不吃这化缘，该过去也过去了。你觉得够吗？我觉得够，但是这把够，我觉得只能点花果山。普陀，普陀不一定吧？嗯，又是防，没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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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个暗涌有点小浪费啊。没点，嗯。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用青蛙先去清宠，其实够。
这太浪费了，八只青蛙去清个虫。有画院的时候，因为你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不，就是说你如果不动的话，那你只能上塔了。我觉得不清楚。啊，防点了，防点了，还是防点。我觉得不清楚，这也没事了。嗯。因为他现在有那个捡零元的不是捡零元，捡梦魇层数的状态在，对吧？那其实可以考虑的，只是说，这把因为是中了无魂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一个操作。嗯，青蛙变成七，观战法系是可以一个五龙丹直接出手的，是。但是就是自己普陀山偏快吧，对面普陀山丢过来的法宝你架不住，这你没办法去，只能是扔无字经，不让他去干扰你，是，你可以去发动点杀。嗯嗯，那在没有提前控住对面女儿村的前提下，你这个操作也不太允许。是，我觉得要不先把塔起了，大唐去清一号。嗯啊，那么女儿村这把先把对面的女儿村控进去，对吧？如果我控进去了，下回合可以考虑去点人。反正观战方这边东海猿，我觉得再怎么样都是秒一把退梦境啊。对，这七宝是不是不太够啊？大唐啊，大唐也解到自己了，无魂没解掉，没解掉，先控女儿没问题。嗯，直接来只能来花果山，没有别的单位。摄魂再来，我觉得只要出手就够，出手就够，清心咒再给掉。对面有发门夹的操作吗？哦，点灯了。那讲道理啊，我们来看看观战方大唐扫过去破盾之后，我觉得不可能不倒。没有什么机会吧？圈只能圈普陀，圈普陀，圈的是东海渊，不圈普陀了。怎么都不够。倒了，倒了，绝对倒。倒了，倒了，必倒。三十四回合可以延了，自己女儿村也是一速9800，他这不没有理由。海龟砸完。那这得退梦境了，可以退了。这得退了，退掉，退了吧。对，因为你一下就变了呀，你只能退了。你刚刚暗涌也用过了，是法宝也用过了，灵元一点。灵元退没必要了，我觉得先延了，先退了吧，对吧？先退了，然后再起来。连点，这不变大蛤蟆了，是不是有情？是不是有情？不是大唐休息啊，他应该只能用挖之影点。无魂过来，仙力也跳。暗涌，那他是挂的孤魂术啊？我看了，我没看错吧？我看的是孤魂术啊，挂地府没挂中。他们指挥是不是不喜欢用盐？就孤魂，孤魂，地府孤魂，地府孤魂，孤魂命谱。哎，和孤魂术，因为真了对面的女儿村了。是呀，我觉得这只能是演的呀。但是决赛这个，孤魂术是什么意思？这的确没看懂啊。应该是不是你真女儿村？那我感觉大概率是要演的，对吧？铁岩，但毕竟是三点针，它有操作空间。没关系，我们如果观战方赢了，我们可以回头问一下35回合这个。真女儿，然后去选择挂对面地府的操作。应该是按错，我觉得应该是按错，但这个错的有点这差太多了。一个在灵宝里面，一个在技能里面，而且你这个技能选中了之后还在按对面的，对，没错，还能按到地府。哎，对，很秀啊。这把是点了，他是真要点，这把是巨剑点了。诅咒，看一下血量，然后对面2500普陀的话也有无魂，过来了，无魂过来了，出手了，啊，还是扫点，扫他还是觉得就挖之影够，毕竟他暗涌够了，2000，他要九只青蛙呢，九只青蛙，来，啊，这不够，观战一速拉个虚，地府直接延，他不用直接延，又吸不了，那也得演了吧，就剩的回合不多了，两回合，下把最后一回合，就是说这把过梦境九层只能降了，这没办法的，这把只能降，然后女儿村出虚，因为女儿村掉一只宠可以出，能接受的呀，而且还能吃一致的，有毒，本身就残血宝宝，小姐就1200，但是法防再加盾，能不能顶得住虚迷呢？这毒不一定回得到血的。看七宝解不解掉，对，看七宝的，是
因为没有无魂啊，是，所以说大概率的话是可以回不到血。直接拉一只，然后地府直接延呗。反正女儿延不到也就延不到，哎，延不到也就延不到了嘛。你这个延是必丢的嘛，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嘛。你换了，一致，进爆一致没问题。当头血，哇，哎，弹假了，懵。说实话，他这个是专门为了这种来的，专门的，嗯。结果200，被反挂没挂中。画院再给。哇，这两边的画院。但是说实话，观战方这个画院给的没毛病，为什么呢？37回合、38回合两回合，对吧？39回合我自己可以上盾防点，40回合我又有灵元。是是是。对面是4、5回合硬没有灵，他得硬顶啊，硬顶防点杀。万里烟波退出来成功。来。哇。再发射一个海龟。但是因为只有一个单，东海渊的点杀，而且因为有画院，是，这把也是没有伤害，还是差了点。嗯，小死亡也没挂中，是。OK， 重新来吧，从头开始。嗯。那观战方这边地府灵元的话，只剩下一点了，但是就是说对面花果山倒在地上还有一会儿。对，因为他扔的是3点。嗯，还要倒一会儿。嗯。又不能吸，又不能提前提，就等于是5回合以后的事，而且到40我又刷一点，我手里边还有2点，就比较说、哎、比较灵活。嗯，再来罗汉盖上，但是观战是不是要剑了呀？对，我觉得其实巨剑是不是，哦，还是扫的，给解开了。嗯，官方挺堵的，说实话，2大金，嗯，扫过去了。巨剑呀，斩倒了，那直接斩倒了也行吧，毕竟是普陀，回复起来的话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快。嗯，用琴音三叠砸到了队长，完全砸不动，也抵挡，先降一下层数。我觉得好像要往65走了。哎，他这宝宝有群法的，嗯，群单都有，那反正出来单更好，群也更好，也就群也行，也可以接受。是是 是, 是，对。哇，这单法群法的虚名可以这么用啊，也别说还真可以。哎，嗯，之前一直觉得其实没啥用，就有个单法必须给他打掉。对，但你点人的时候我就要那一下。嗯，他如果要群法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出这个了，他就出别的了。嗯，是，嗯，当然也有一种可能，出其虚名打不掉了，我真那个水攻或者说那个法术我打不掉，我就真不打了，我要保那两特殊。哎，是，也有可能。那肯定是这样的，不然不会留这只。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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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，对对对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对，哎，你看导人之后开始走面伤了，虽然说只有三点啊，就是说秒三啊，但是慢慢秒嘛。对，开始走面伤，毕竟他现在梦魇层数低的话是可以连秒三吧，秒很久。对对，拉起来反风没问题，但是一样，现在对面普陀速度比较慢呢，就开始有一个小问题了，要吃观战无魂了。是的，哎，就刚刚你是可以无魂来防点杀，嗯，现在我是要给你丢无魂了。嗯，3回合血灯不让你回复了。对面女儿村，这对面女儿村现在血灯这回合数吧也没法去自在。嗯，自在不了。嗯，直接给他吃吧驱散。其实我觉得可驱，对吧，直接驱了得了，真的可以驱，即使是3回合驱了得了，驱了得了，又没其他状态的，驱掉以后观战方女儿村因为有一速开掉自己，我就控控普陀，控普陀，我不给你点这个灯，我就可以再点你。嗯，就压倒你都行。对，而且观战方2点剑，我再用一点，有没有这个活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？女儿水地府直接再点他的那个，这真我觉得点了。哎，真和水道理是一样的，是道理是一样。不，那这没事了，这没事了。哦，先延了，还行。那也不亏，对面卡了个伤药回春。嗯，花园再给啊，可能觉得没，他可能觉得太多，怕直接一个单把大唐给单了，这把可能没保大唐。嗯，骷髅怪状上盾，这把就是防的大唐点杀。是，嗯，是没问题，顶满。但我始终是觉得你有物理速度有法系速度，一个盾，嗯，八只青蛙也不用那把画链，画院也不好说，没罗呀，有罗我觉得可以，他这我觉得没问题，因为观战方这个时候我觉得做了这个操作，
这剩下几回合不用防，这把甚至我人开自己的地府，我挂对面女儿村一把小剑加那个东海渊过去，对面女儿村都得死，是毕竟血灯回合数不多。对，来看一下观战方这边要不要做这个选择，因为现在这个状态呢，点对面的话呢，自己这边首先没有后顾之忧，是哦，没有，那还不点，不着急圈中，有真你圈他严光啊。哎，这回合数是不是还有点久呀？就还有四回合的时候，是不是为什么要严光？你严光你就等于是后面没双眼了，没双眼了，没必要这么，就是说你严也不是不行，但我觉得是不是到两回合的时候，哎，对，可以稍微等一下，你可以去寻找一下这个双严的机会。他是不是想省女儿村的这把针啊？万一自己后面被对面点倒一回合的话，也有可能自己女儿村有个针的机会，也有可能是吧？不然对面那五点零元咔过来，给面伤了，给面伤了。普陀打这种面伤。其实是能够扛住的，能扛住是能扛住，但是宝宝吃不住。但是呢，因为观战方这个时候他是连点带面，对吧？我并不是说一直在给面上 ，OK， 你普陀回一回，我这边休息。我这两个点，如果说我休息的情况下，就证明我点过你了，我才会休息。是，我不点你的情况下，我是不会休息的。其实也不太好扛。是，不倒人的情况下，面伤好扛；你倒过人，其实不太好扛的。而且这个回合你女儿村要出宠，那么我女儿村可以控你的普陀，或者说我下把再去控你的普陀，你普陀一定是这个灯就很难点。哎，但下把控他普陀的话，自己这边输出可能动不了。哦，真地府，真地府了，真地府了，真地府防点了，没办法。但会不会像刚刚一样？没有，还行，还行。而且普陀这种倒地不太像那个化生四倒地嘛。诅咒过去多少？1500、3000、6000血，但观战方这边梦境层数不高，6000，但大唐扫过去对面就不太好扛吧？会不会贴呀？哦，顶了，6000、8700了，扫掉4000，还有4700多，挖之影来看一下，不够吧？3000弹甲不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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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扫没中，也没有必要再去做其他的尝试了。毕竟你梦境层数不是特别高，是的，哎，那三号宠掉头回来还行，还行，那对面小宠回合出还有四个回合，我觉得又面伤了，继续群吧，点三号面了，对，我觉得点三号面伤了，毕竟现在层数还不高，他刚刚是一二三是吧？是，一二三是，是刚好六，对，六的话六这把再加三九，对，可面，可面，对，对，接着面就行。而且这回地府因为是在真人里面，有可能会选择去笑笑里面的那个普陀，是你要控女儿就行，你出宠也无所谓，我可以让你，哎呦，哦，这都换有血灯的，这都换，有血灯啊，没必要吧，他血低，血低一定是法防高啊，是全冲刺啊，是不是有点着急，德云打法两虚迷，三虚迷，加个加个群，加个群，加，加重之势，加个群，普陀有了好像，但是对面好像有配速，他可以给普陀顶一个，暗涌，什么意思？三个虚暗涌，节奏还是缓着，意欲何为？大蓝要卡上，这把还要群。三虚，不过对面现在说实在话，你东海渊再能，你一回想把三虚迷都清掉也不好清，是挺困难的，也不太好清，挺困难的。嗯，而且这种虚迷吧，大概率比你攻宠快，就再怎么样，对对对，能秒一把，哎，我都出手一把。如果而且这个说实话，这个局我点选的一定是二号那个宝，那个宝一定是个攻的，我觉得。点选一定是二号宠，因为其他单位你点东海渊秒没意义，而且这个时候就是要打你上段位的血量，那么你只要是点着。二号宠的话呢，也一定能刮到女儿村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只是说现在地府还有针，可能是点不了人。直接选择控东海渊，但是没有中。驱灯了，要给面伤，很明确。蓝药这个时候狂吃了，不给罗汉啊，直接给你笑掉。对面上了个配速，给自己把灯守了，还行。
但是自己这个灯啊，只收了一千，对，1100血，还是有点少。来，点着二号青，4200。嗯，哇，清掉两只，毕竟层数高啊。高，每点2秒。但所以说这个虚弥是不是拉的真的怪怪的？嗯，或者说你真拉虚的时候，你上回合你就秒出去。哎，是。嗯。那现在一下子少三个宠，得补了。要不再狠一点？再补一圈虚弥，但是再补一圈虚弥，你女儿团可就剩两只宠了。而且后续没有拉虚的机会了。对。圈地府。有花圈地府。观战有真你都圈地府啊，而且没宠啊，这不是很有道理。说实话，有真首先地府难封，然后地府脚底也有真，然后地府没宠，嗯，圈个地府一切怪怪的。上盾先，嗯，我觉得就频繁的防点杀没啥问题。对，再来3000带走两只，很舒服。两边这个重置是层数高的话，的确轻虫很强。嗯，哎，对面是不是没退出来啊？对面没退，对面没退。对面就是说下回合一定进攻不了，他只能退。他九层了，他退不了，他现在不能进攻了。他是起个盾是吧？啊，没有，他用那个技能，用技能。嗯，他退一下梦魇层数，但没退梦境。他这还得再退出来才行。他得把梦境直接退了呀，对，得直接退。九怎么能不退呢？嗯，九不退变大虫子了。观战方五加五哦，观战方也得退。观战可以，观战只要推梦魇就行，对面得推梦境。对，嗯。主要是你对面场上现在宝宝得少啊，你得出宠啊。嗯。你得出宠。是，上一回合被秒的有点多。嗯。顶满，嗯，可以看到观战方这边这个东海猿的宝宝是真没人管的，是开场喂药喂到现在了。杀气绝，杀气绝，这技能我真只在89看有人起过。嗯，哎，对面是真硬推梦魇层数啊，是硬推，他要来9+1，不是一很尴尬，他要是零的话，零就可以了，零就可以，对，零就可以了。一很尴尬，嗯，他得再退一把，但是这说实话节奏啊，一下下来，好在是怎么样，能提花果山起来先出个宠。嗯，他是觉得怎么样？就是我只要把这梦境退了，观战方这边一点压力没有。嗯，对，花果山能起来，起来赶紧出宠，没办法，这时候只能先出宠。因为在地上躺的时间太久了，嗯，得把宝宝拉起。但是，对面地府还始终着拿着这个陵园的优势。不，说句实在话，他不用大青蛙过来啊，郭然芳其实真死不了人，花果山伤害太低了。嗯，所以说他不敢退。对对对，一退没压力了。对，没压力，真的没压力。观战方这边吃个摄魂，有贴，但是被破了。化怨了。稳得住，我觉得稳得住。嗯嗯，哦，在这儿呢，没加呀，暗房了，太帅了吧？嗯，但是不是这半血一扫掉，没大金的话，化怨摄魂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2600，哎，这么少吗？嗯，化怨再加上摄魂，哎，是的确降的略多。是的，那也是第47回合。嗯。成功防下了观战方这边一波的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从防点杀而言，虽然说两边都在做，但是就是山神小聚那边能看到的更精彩一些，总感觉他的防点杀我觉得是更精准。哎，是啊，观战方其实也在防，但是就是说属于那种搂草打兔子的防。嗯，就是防到就防，防不到的话我就相当于我消耗了，也就消耗了，我资本多就硬防。对，硬防啊，你看就这种，我就双防嘛，我就来来点杀不成 OK， 来上盾。是，嗯，女儿村药也很多，16个，对吧？哎，化怨我就给你丢。哎哎，他9+1的都丢化怨的。是，不过就像刚刚蚕影说的一个问题啊，如果真让他大青蛙过来点死一个，
就零元太多了，地府的零元是太多了，而且它足以支撑重新变回来之后再给你进攻。对，因为官方现在没有三点，延不了，争不了你四回合。嗯啊，那么我就你就算争一点没有意义，你争一点，我女儿村直接反争你，先把退了之后我就延你了。对对对。嗯，对面是必能延的，现在这种情况，对对对，除非就是你一个三点针直接过去，三点针过去 OK，不然的话呢，主要问题就是现在官方没有三点针。嗯，是。那暂时进攻回合又缓住了，还不上齐吗？不过对面的花果山唯一的一个点很比较遗憾，就是说因为一个是长时间倒地，再加上运气确实稍微不太好的话呢，在本场比赛当中漫天没出，这也是对对面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点。哎，但是我看他们打 PK 就是有点没有那种出其不意的点杀。嗯，你说对战方吗？两就八九组别都这样，观战方这边这把应该是有情，就不存在让自己进入那种状态之后去点的。诅咒之伤一千只有四千血，但是有个藏神等于五千血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啊，对战方哦，这是个引攻，拍了486，这是个引攻。嗯，我觉得对战方啊，他也不是说不做出其不意的点杀，他确实没办法。他这个阵容上出来，因为是花果山的，而且是用的这个流派，就是说用这个经脉的花果山，伤害低了，伤害确实低了点。如果说你开局有三把漫天，可能对他，哎，来看一下，十，那他不是变十，差一，变了，对啊，大清他就赌这一把，是，因为他要配合花果山，他就想直接过来之后直接演你。我刚刚说的出其不意的点杀就是这种。就是变大青蛙的点，变大青蛙的点。那这把因为自己的花果山速度慢，那么被点死，导致这个回合的点杀没能成功。嗯，刚说完出现了。嗯，49回合，那一变青蛙就有点难受了。是，嗯，官方没压力了。而且对面花果山也倒在地上，而且对面的花果山真的是不具威胁的。嗯。卡大金，也不换虚，想得很明白，因为知道伤害不够，而且观战也一速嘛，延掉，但是不能双延，不能双延，不能再延，不能再延，的确是不能再延，但是你看这个回合数，50回合，对面梦境层数10层，是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等他退出来，然后再把梦境层数再垒上来，官方又点，观战，我是觉得决胜时刻到了，还有26分钟，时间倒是还够，15回合嘛，26，主要他把这10层退出来要退很久，对，退完再开始垒，而且垒的不是那么轻松，哎呦，飞两个，哎呦，赶紧捡吧，没办法，哎呦，一会儿掉3只虫，压力来了，点大青蛙要不，直接，我们来看看啊，他现在的话。对面普陀有文化院五重梦境，对面的普陀有一点，我觉得是不是得扔了，观战方还不太着急，那观战方女儿村这个塔有可能要点的单位，我觉得是个辅助了，要双诅咒了，他想诅咒，对，要双诅咒，对，你先把我封进来就是我想要，到时候我可以直接开了提气，女儿村给诅咒，普陀给诅咒，两诅咒点辅助应该是有的，化缘交掉了，化缘骗出来了，化缘交掉了，的确两边的化缘交的比较勤啊，一减三点直接减满，想拉满了，而且是加伤害的呀，对对对，有点麻烦，5层还早呢，还早还得再减1到2个回合，而且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大家注意看对面的东海渊卡片没了，不是，他是变那个，不对，变大乌龟没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以为卡片没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卡片没了，伤害降太多，那就差太多了。主要现在变大乌是大乌龟了大青蛙大青蛙了，是大青蛙了。好在是，只要卡片没，可就晕了。这我觉得决赛应该不太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刚刚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方寸，应该是方寸。这把有化怨，不着急点杀。
大唐抬把干将，在圈子里面嘛，你防不了的。是我抬干将，只能无魂防。嗯，那这种时候，观战方这边真的有时候就无字经你那个对普陀山，普陀山就行了。直接无字，你没有化验的，你只能丢无魂的。先笑。现在身上的状态，负面状态比较多。对，圈地我防点，我还是不点。嗯，盖罗。哎，你别说盖罗、啊，罗干上安心很多。是，而且虫之师的压力也会骤减。诅咒，还真给他劝中了。来了，有杀气诀。那我是感觉啊，小死亡没中的话，其实对面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其实啊，这个倒地也蛮受影响的吧。反正层数里，我觉得即使倒了。就不差这一两回合，其实倒了拉起来点上灯慢慢退着层数就行，小死亡没中就 OK。 我第一回见这青蛙倒地，是挺萌的。 但主要倒在地上好像不捡了。对，就是那个他那个暗涌没用。等会儿看一下。对对对，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倒也挺伤的，即使没中小死亡行吧，也挺伤。赶紧拉起来拽起来先那个，就暗涌你得吃着呀。是，拽起来赶紧吃。对，赶紧拽起来，拽起来挂灯了。还好观战方这边秒不了，就是说那个东海猿秒不了。对，灯得挂上，灯得挂上，赶紧挂灯。但灯挂上会不会吃引弓什么的？引弓我觉得因为他藏神九转嘛，我觉得应该死不了。嗯啊，也没去敲啊。没敲。嗯，清高速了，挂上灯很安心。孩子给自己加了，退一下，没办法，得退，退掉，抵挡，接着退 ，OK， 变回来。虽然说现在显示还没那个回合结束就变回来，下回合，变回来，对对对对对，有卡了，有卡了，有卡了。但是你还是从零开始啊，54回合从零开始，说实话，你累到，因为你累起来的时候中途还得减嘛，对，就你得边累边减。他只能先垒两次，捡一次，然后再可能剩下的就可能要打到最后了。嗯，是，嗯，就你打到最后顶破天，你得连两把，你得连两把。哎，顶破天五层，是，说实话，顶破天五层六层，到头了。三点真地府，防接下来的一个点杀，直接把灯去掉，不给回。哎，看一下这个回合挺关键的啊，来看一下对面。哎，怎么点着有毒的单位毒呀？这个时候对面紧张了，紧张了，稍许有点小变形。哦，还好没去收灯。是，的确对面地府快不敢又拉虚冲刺。哎，等等，这不是，只是出了一个一致，什么都没有。超快力劈普陀威，但是地府中了一个三点零元的相三只。我是觉得啊，现在按倒就行，按倒就行，确实按倒就行，按倒就不用挖阵，就直接重置身体，重，对，重就收了。下回大唐又有巨剑了，这个一致一出来，对面估计也得紧张一下，心都颤一下。得亏没无间呀，有无间这开了。是，摄魂按你也不好受啊，他驱散带小死亡的话都难受，点不到。不是，我就说，如果说有的话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之前真是快的，真的是超快的，来吧，看一下效果。盾，三个盾吗？硬挂，硬挂挂中，挂中了。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不是主力，主力不在这儿，清心咒也解开了。大死亡，这普陀没给法宝。一批快的，很快，3000，长驱，那就挖。下回合想甩剑，哎，这个只能挖这个挖阵，那只能挖阵。我觉得没救，太多了，没救，太多了。下把双岩了，哎，不对，岩不了，岩不了，有针岩不了。花果山也结束了，花果山能起，对。但是你这种时候倒一个女儿已经很难受，很难受了。观战方随便控普陀，你没回复了呀。而且这个回合有没有可能我再硬挂你的东海渊，我巨剑斩你，即使小损挂不中，再造一个尸体我还能再点。哎，对面是不是没有没有慢宝宝？
目前没有，直接守就行了，大唐直接守花果山就行。那是不是直接重置式守就行了？重置式他花果山能出手啊？哎，那没事了，会不会也别打不到吧？嗯，没滑到还行。嗯，配速宝宝拉出来，宝宝拉出来，配速还行。也来，再降。那他意思就是想开群了，开群要群要群要群，想收了要群。但你这种时候清他宝宝吧，他拉高攻或者拉虚什么的，其实也都一样。拉力劈吧，如果真的还要拉的话，就拉力劈。正好这最后一回相思寒针嘛，哎是拉力劈，我拉两只力劈，你怎么办？嗯，反正就拉高攻的，对，拉快的。就还跟刚才那个女儿村出的那种一样的，哎是啊，不还也是大唐出的，那个也是大唐出的，啊是一号虫，大唐出的，对对对对，反正地府也还有宠，还有两只有宠有宠，这个时候其实也不用留了，目前大优的局势不太用留，就冲刺就冲刺。而且因为下回合的话呢，他三回合下回还有两回合，就即使下把发动进攻不成，我再延也来得及。毕竟你女儿倒在地上，我就是一速，对，随便延随便延。那是不是得手动给一个？我觉得得手动给一个。地府赶紧把血量堵一下，的确场上恢复有限啊。是普陀想干啥，盒子也扔中了五龙丹，这是破逆境吗？可能是，但是对战方这个五龙并不是为了要逆境，他只是为了防点杀。观战方就是为了破逆境，因为所有的高速都去拍了对面的单位。而且刚刚有一把就是那个小死，第二回合小死亡的时候，其实也有可能是破逆境，就是我小死亡挂你，如果说挂中了的话，你自己给自己背五龙丹，那的确有道理，哎，对吧？但是如果那样的话，是不是就没必要争对面的女儿村？要，因为你争过来我就演不了了，我先破你一把，你把逆境，然后我下把再演，对，那就没问题，那这个解释说得通，的确是这样子，说得通。因为那个时候的确观战地府也是个大陵园，没错没错。如果说我直接延出去，那被你一个逆的话，对对对，我很亏。没错，我可以先破你吧，毕竟不是妖气，我毕竟没有人心。对对对，没错，的确是这样。我有一回合火，对战方有点难受，地府七点陵园动不了，动不了。而且你没有说像大唐那种一把七剑过来的那种手段。是的，观战真的不怕的。地府还是有动作啊。小死亡，哎，这把没挂中，但是又一个尸体单位出来了。诅咒之伤过去多少血？是1900，1900，3800，7600。而且观战这边是有新宝宝的，是新宝宝，你怎么说？收一下，官方这边吃俩五龙了，见点，想连点，7000，3700还多，刚7600这边擦还有4000多血，接近4000血，先例给上，他不会重置是吧？不会吧？挖指引啊，点地府，我觉得还是得给予尊重的。不过也好像也略多，也溢出了，溢是肯定溢出的，毕竟这层数那么高。是的，那观战地府要严了，因为最后一个回合，最后一个回合了，最后一个回合，这严。但是对战方挡不住，因为他是三速嘛，对面女儿倒地，我就等于是场上二速。严是肯定严出去的，严，而且对面这回合一定点不了，是因为你哦，他是不是五号拉能？五号还有没有拉药？高速提好像，哎呦，就剩两个，五号还有没有拉药？五号六个。不是五号拉了很多了，是拉了很多了，但还是那个问题，我是感觉啊，青蛙层数太低，花果山这个技能我就点不死，伤害不够，点不死，伤害不够，我觉得都已经，而且真的要就按照观战方这个打法，或者说按照整场比赛两边的防点，我这把普陀扔个那个画院给对面的。东海渊，哎，真的来了，真的来了，他小死亡要挂，观战方这位女儿村盾上盾，化院，盾上盾，哎，没有啊，拉起来毒就没意义了，我是觉得，都已经打到这份上，你这毒一把不就把比赛送了吗？化院了吧，哦，惊魂铃摇摇，我觉得那五号虫也没什么战略价值了，三号虫已经没药了，大死亡无限拍，这边点着你尸体砍，
不太行。这个花果山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，在场上存在的这个效果我们看到不是特别理想，伤害稍许有些低，再加上没有金刚去加持，那么对于官方的压力并不是特别的大。是，但他这把加乌龟是不是没用了？已经59回合加乌龟，宝宝还跑了，雪上加霜。59加乌龟是不是不太对啊？女儿村还有2个回合起不来，对面地府有一个无字经。然后观战方这边是暗涌加风石，其实就直接零的，因为刚刚是5层嘛。对，暗涌加风石是必零的，而且这把卷出去就重就行了，重知识就够了。如果卷出去的话，那这把当然就不点，我就是提干将或者我平 A 都行，砍砍嘛，随便砍砍嘛，轻轻宠。地府出个宝宝，下把点。地府要不直接拉个虚，就配合那个秒一块出了，对对对，一块出了。也行，但我觉得是不是还是，把人点倒好，因为毕竟你这个阶段也没有灵元了。你这把再点死人，到65回合他起不来了。出了，虚了，虚了就配合重置，虚加重了，加重了。宝宝秒干了，我觉得宝宝秒干了。是。那就看能不能绿一下，能不能绿一下，还是说大唐也换？我没必要吧。大唐换好像没必要，跳两回合了。不是，那宝宝是没什么能吃的药了，那3号宠没什么能吃的药，好像可以恭喜了。化院，但这种时候化院，观战方这边也是群秒的，对，化了，大唐也就是一排配合虫知识收场，先力加上虫，但这个虫层数有点高啊，有个只能秒一把，有个化院也行吧，漫天这时候来了，哎呀，先力照样加上一个虫，来的稍许晚了一点，还好单位少，有化院。有化院。这是爽一把吗？没办法了，这是真的没办法了。女儿下把还起不来，我下把可以再挂你。没办法。观战好像没输出吧？大唐能动啊？直接点了。1200、2500。法系是有情吗？还是有啥？5000血。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扫直接就空掉了？有4须弥啊，掉头虚了。也是，就场上须弥多，太多了。但须弥是不是秒不动这种那个东海猿？你4只带劲爆，怎么着我就直接空切了。空了，空了，空了。官方是不是要变大虫子呀？哦，换个虚，稍微补点伤害。那因为这个小死亡一中。结束了，那么这个已经是到66回合的事情了。养猪致富。所以我觉得刚刚那把应该是防逆境，就是化消死亡，应该是没问题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对，打到这个时候对战方应该是没有什么翻盘的可能了，没有医术也不存在慈航的可能性，而且即便慈航，小死亡的单位起不来，到了65回合，那么决胜时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。蛙之影直接变个大青蛙，变了，直接变16层行吧。也知道，哎，结束了，这回合结束了，结束，因为场上5个须弥嘛，对场上5个须弥给他秒出去了。 对，但他也是回合结束的时候才会变。对面俩力劈，闪了。那在须弥变了，它是回合结束的时候才会变，或者变回来都是回合结束的时候才是。是因为结束才判定嘛？对，没错。再来两边各变一次青蛙啊！赤焰山地都加给自己的，是，都加给自己的。然后大同说：“哎。”森罗万象，行吧，有人秒一点吧，行吧，刷经验用的技能，这个技能说实话是真不太有伤害，收场够了，够了，我们也是可以恭喜一下，养猪致富，拿到了2022群雄逐鹿茶酒间争霸赛第2赛季勇武组的冠军，恭喜他们。